大家好，我是恩科。然后最近呢，咱们这儿什么很多的这个赌博的肉创的这个小作坊什么都封闭了。也有很多朋友说咱们家的工厂也被封了。啊，那是遥远。我们家现在还生产的呢，你知道。然后我们的这个手续啥的，齐全的都是。然后朝我们家，吃过赌博的肉创的这些粉丝们也好，网友们好，你们就放心吧。我们家的这些证件上都是齐全。我已经卖肉卖了一年多了，而且这段时间我们粉丝也涨到现在这一年，好几百万粉丝了。我也不可能卖那些不正规的那些东西，我卖的是我们自己厂子这样的东西才卖的嘛。对，而且我们卖肉一年的时间内，我们所有的这个进货台账都在这儿是有记录表的。这个它是会在这个市场监督局里边都是有备案的。舅，这个是咱们2020年的那个检验报告，就是去年的这个，咱们去年吃过我们家这个赌博肉的朋友们，先看看这个啊，是2020年的这个，检验报告。哦，检验报告啊。嗯。2021年的还有吗？对，今年的也有，今年的也有，2021年的也有。这个柜子里面全部都是我们的记录表，我们用的这些猪肉都是市场监督局备案的。这一年支持我的朋友们，你们就放心吧。